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Gender 48的唐丽佳，你们可以叫我 Liga 或者是丽佳。今天呢，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些我平时会用到的一些东西，因为我这一次不是在上海录制《了不起五社》这个节目嘛，不知道原来要待这么久，然后我现在其实没有带很多一些必需品啊，所以我就只能在有限的东西里面给大家分享一些，先分享一个。这个巧克力吧，纯度是82%的，所以它比较苦。然后平时呢，又比较喜欢吃巧克力，但是又是喜欢吃那种不甜的，所以喜欢是吃苦的巧克力。会买这种一颗一颗的，工作的时候我也会带在包里面，然后饿的时候会吃一颗这样子，真的很好吃。辣条，这个是我最最最喜欢吃的辣条，就是。这什么麻辣王子，想必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不，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多人都吃过这个。这个呢，就怎么说呢，它有很麻微麻微辣，但是这个微麻比较适合那种爱拉肚子的人，就是我很容易拉肚子，所以我就吃微麻的。但是其实超麻超辣那个是非常香的。从小到大吃这么多辣条，就是它已经是我的，在我心里面的第一名了，但是我现在已经快没有了，只是最后两包，我要剩着。既然说到吃的，我还是很想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，非常的醒神。这个糖想必大家也吃过吧，就是我觉得应该都吃过，因为这个很有名啊。它很酸，现场试吃一下，就是那个我会注意表情管理，对。就是很好吃，你知道吗？酸死掉了。为什么苦苦？很累的时候我就会吃，就真的好好吃。就是每一家女孩一定会用的一个东西。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去外面美甲的人，但是因为这个现在的疫情吧，就是我又哪儿都不能去，然后就很难受。我的指甲我不能让它就是长指甲，所以我就会自己去修剪它，我就学了，然后就买了这个工具，就。它一定要短，就不可以让它长长。我现在已经开始现场给你们修甲，就是非常的干净，一点都不给它留余地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我平时用的身体乳，就是维密的一款身体乳。这一款的话其实会有两款，这一款会比较香一点，然后我现在出差的时候就带着它，然后身上每次一涂的时候，就感觉自带体香，特别是睡衣上面全都是这个味道，就非常的香。就每次就穿上我的睡衣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就很开心，因为很香。我是一个很喜欢香薰，又还有香水，还有这种身体乳的人，因为它都是香香的，就会散发出那种很香的感觉，这也很好用。介绍一样东西给大家，好像是补充能量吧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吃了会美颜吧，就是美容养颜，应该会，所以我觉得它应该还蛮不错的，我帮你们试吃一下，我来尝一口。Oh my god！舌苔里边舌根那个位置我觉得很苦，我现在是苦的，会带上它，我就想起来的时候我就喝它，真的，我非常多的帽子，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帽子，酷啊来到五社的时候我发现我很喜欢买帽子，也很喜欢戴帽子，其实我以前不爱戴的，就是跳舞的女孩子，她们就是有一股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是那种感觉很棒。我觉得戴上帽子的时候，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，就整个跳舞的时候就很酷。对，我就是觉得很有味道，买了差不多有5、6、7、8顶，这都是我的新帽子。你看，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黑色，这款很好看，我要给大家戴一下。OK， 等一下闹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接下来。看到是不是很酷，就是最好是不要看到眼睛，就是那种就是很装救了个大命。就你看我现在这样子对吧，就很酷，而且很显头小，重点是它真的显头非常的小，然后还可以这样看别人，就显得你好像很高冷，就很酷的那种感觉，而且它前面有排字母，我觉得很酷。 OK，
OK， 然后下一个是很显摆的一个颜色，然后怎么戴就看你们自己随意了，我就戴了很随意，我就随便戴，随便穿随便。OK， 那下一个，那给大家戴一下白色，白色就是很百搭，就不管穿什么浅色、深色衣服都可以。黑色，我当时看中就买了，然后好几个月后，夏天跳舞的时候也是可以戴的。OK， 还有这个，这个帽子穿太长，就非常厚的帽子。那这帽子的感情其实可能它其实还有个夹子，但是当时买帽子的时候我就没敢自己买，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设计，但是我就觉得就它挺不一样的，然后我就很酷。而且这夹子当时是给大家印象当中，这就是超酷的一个设计吧。可以想象一下，比如说眼睛大了，给大家收腰把收起来，那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。所以当时在外面穿，想象一下，就把它戴上面，就帽子也不错，对，非常好看的。你看是这样的一个纹路，看到没？OK， 在我的朋友们都是它伟大的帽子，就它帽子就是比较软，然后比较搭下来，它整个就是比较轻松自然一点，就不会有说非常立体的帽型，它是比较随性的那种，对，很街头，就最喜欢街头，对，嗯，所以就是街头挺小的，我们三种话，跳舞的时候跟你讲，就只想离你半，然后眼睛就看不见，对。还有你看我这野生种的帽子，对，然后就是你想OK， 我这次能做非常的就时尚，时尚它代表时尚的感觉，对。但是你想怎么戴，就是你想怎样也可以。OK， 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我觉得，所以一般在白天看眼睛的时候，它特别酷；，但是你就看眼睛看到一半的时候，刚一丢丢的时候，就觉得很酷。OK。真的很累，我还没有介绍完，我还没有介绍完，我还要介绍一下我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一个小宝贝，它真的很可爱。就是我睡觉的时候会抱着它睡，就是我没有它的话，我可能就睡不着。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紧紧的抱着它，它真的很可爱。这是我来到参加节目的时候买的一只小玩偶。然后就是我睡觉陪我的小玩偶，它真的很可爱。好吧，那你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说再见吧，快点睁开眼睛说再见。好，拜拜。好，不要欺负它了。拜拜拜拜拜拜拜，大家拜拜。